是来自嘉义县阿里山乡的吴医生，我是周族人。今天看完黄果树瀑布和霸凌河大桥，十分的震撼。水量很大，然后水汽洒在身上，十分的舒服。在台湾，我们相当来说也是少数民族，所以我也想要去看说其他地方的少数民族他们的生活是怎么样的，然后经济跟文化发展的怎么样，以及在文化保存的部分他们做的如何。来这边其实蛮开心的，因为有认识这边的文化，然后也有在这边交到朋友，有机会的话还会想要再来。